一部超轻薄的折叠屏，不仅可以这样这样这样轻松拿着，还要电池超大，5%，也可以用很久，真的很久啊。这么轻还那么强， Vivo X Fold 3系列。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盛典的现场，感谢您的关注。今年感动中国的现场坐满了观众，感动需要现场的传递，近距离地迎接他们的目光，体会他们的表情，我们也会更深地来理解感动的意义。时间过得真快，距第一届感动中国的录制20多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第一次走上这个舞台捧奖杯献花的孩子都已30而立，我们却依然希望能像刚出发时候一样去寻找和记录感动，永远温暖，永远热泪盈眶。而我们一路来寻找感动的故事，很像整理一本又一本的影集，这是我们跟时代共创的作品，每一次翻开都历久弥新。2023年的感动，我们要从科学家的故事讲起。什么是风洞呢？它是航空航天领域最基础的科研平台，它能够模拟飞行当中的各种空中动力的环境改变，同时来帮助飞行器优化性能。为了获得一个 0.1 秒的动态数据，一个科学家可以努力50年。风洞是在地面上人为制造的天空，它能够产生可控制气流，模拟飞行器在空中飞行的复杂状态，从而发现飞行器的设计缺陷。一件飞行器的成功研制需要经过成百上千次的风洞试验。东风系列导弹、神舟系列飞船，这些国之重器俯啸长空、翱翔太空之前，都经过了风洞的淬炼。完成项目拉过去的，大概都这个这航天人都有点关系吧，都用过这个东西。于鸿儒是中国激波管、激波风洞研究及其应用的开拓者之一。1958年，他开始研制激波管。就是做完对国家有用，让我做，因为没有这个国家是不行的。让于鸿儒研制激波管的是他的研究生导师，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的郭永怀。1956年，郭永怀从美国回来之前就预见中国将发展航天事业。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枚洲际导弹和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郭永怀给于鸿儒制定了研制激波管、发展激波风洞的研究方向。因为那个是组长，都是国外回来的大专家，应该组长是他。他觉得我不可做事情，他来真能把握方向，所以说于鸿儒你当，我也没含糊。郭永怀曾跟学生们表达，回国后他就不想自己再有什么科学成就了。他要为中国科学做铺路石，靠给后辈制造宽松的环境，激发年轻人的想象力、创造力，让中国诞生更多像他一样的科学家。中国落后这么多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好的。他对我们说，你们好好干，干好了也许你们的学生可能有成就，不能让你家这么欺负咱。于鸿儒后来猜测，当时还是学生的自己之所以能被导师选中，可能是因为他既有科研能力，也有动手能力。因为我念过两个大学，念过数学系，又念过机械系，化工系、水利系都教过课，所以我是个万金油。除了信任，郭永怀还给了于鸿儒政策的底线。可以给我10年嘛，不许死人啊，爱怎么干怎么干。
于鸿儒上任当年就率领团队研制出了中国第一代激波管。四年后研制成功 GF4 直通型激波风洞。七年后成功制造设计尺寸和参数均属国际水平的大型激波风洞 GF8， 而且无人伤亡，造价极低。正如郭永怀所预测的，中国研制的导弹、火箭、人造卫星等重点型号飞行器陆续进入到攻关阶段，急需大型风洞的检验。他的学生于鸿儒主抓的 GF8 激波风洞的建成恰逢其时，为各种试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很多不是个人，实际上是时代，是还有人家很多人他们的作用。于鸿儒科研时极具探索精神，研究激波管时他选择了当时国际上已经弃用的极易引发爆炸的驱动方式，氢氧燃烧驱动。很反对，我不怕反对，没人反对可能是平庸的工作。于鸿儒又一次闯关成功。1998年，他领导建成了国际上第一座爆轰驱动高寒激波风洞 GF10。于鸿儒逆流而动，反而创造了潮流。爆轰驱动后来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个研究热点。我是不大随众的，什么是坏的事里面有好的，什么好事里面有坏的，天地间没有绝对的事。2012年5月。我国建成高超声速复线爆轰驱动激波风洞 GF12， 实现了从模拟到复线的跨越，是国际上最大、整体性能最先进的激波风洞。而在报国家奖项时，作为 GF12 主要设计者的于鸿儒把自己的名字锁在了最后。对我们没有用了，年轻人没有这个他不好开展工作啊，他有用，做完有成就，就有威望，有威信，工作就好做了。等他们老了再交给年轻人。作为享誉世界的气体动力学家，于鸿儒就是这样仿效导师郭永怀扶持后辈的。就按他的工作做一点，他是否满意他不好说。有请于鸿儒。于老，您真的是96吗？我可不太信呢，不像啊。是吗？如果真是这样，我觉得我很幸运。现在还时常工作工作吗？有一些人还来问我，我就提供一些意见，供他们参考。想当初郭永怀先生找您的时候，就一句话：钱没有，条件没有，干吧。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呀？我觉得那国家那么穷，你用很多钱行吗？这一类工作你要能干，就得有省钱的本领。总体去看，现在国家有钱，也得省着，也得要这种办法去做，不能老伸手叫国家。国家这么大，什么事不要办？当时要想把这个试验做成功，有好多条路，但是您选择了最危险的一条路，因为这条路省钱。我选一条这个路，这个路是外国人放弃的，我呢觉得有希望。我一个要求是一定要做到的，绝对不能伤人死人，这点你奶奶还要有。刚才短片的最后，是您去向郭永怀先生致敬的时候，您还说了一句话：哎呀，我干得怎么样还不知道他怎么说呢。您还没有自信跟老师说你干得很好吗？我这个他是不满意，我真是不知道。反正有一点好，他不要求我们成名成家，要求我们做普鲁士，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帮助。您特别想对老师说一句什么话？我觉得前面还有很多问题要就咱们往前走。那我们就特想对您和您的同事说一声谢谢您，谢谢。下面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于鸿儒的颁奖词。前辈布下的棋子，蛰伏深空的巨龙，做别人不敢做的，做别人做不成的。他独辟蹊径，一往无前，拨开科学的雾，荡去岁月的尘，我们看到一位科学家黄金般的心。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于鸿儒。每个人都有咿呀学语的童年，教会自己说话的通常都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人，爸爸妈妈或者是亲人。有这样的一群孩子，他们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但是做父母的却无能为力。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天使一般的老师出现了。我叫欧阳逸轩，我叫夏威，我叫何启明。能说出自己的名字，对这些孩子来说已经相当不易了。他们先天没有听觉，进而失去语言功能。但是如果尽早进行训练，他们是可以说话的。这八个孩子的老师就是湖南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刘玲丽。1991年，18岁的刘玲丽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毕业，回到家乡衡阳任教。其实我当时报考的时候我还很小，14岁，就我隔壁有一个那个阿姨，她是个聋哑人。我那时候就想，哎，我说这样的聋哑人他们难道就不能去上学吗？反正我小时候就有这种想法。凭着一颗朴素的爱心，刘玲丽手语教学倾尽所能，教给这些聋哑孩子学习文化知识。我们的学生来到我们学校，确实就是一张白纸，反正各方面都要去教会他，还要教他怎么样用手势跟别人交流。来到这所学校的孩子们是一群折翼的天使，老师们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他们自立自强，未来与美好相遇。当刘玲丽尽力在改变他人命运的时候，不幸却降临到自己头上。2005年，32岁的刘玲丽怀孕生子，没想到儿子8个月时被诊断出先天性神经性耳聋。我当时听了真的觉得天都塌了，我怎么可能呢？我接受不了，好，真的好难受了。后来那个医生就说，这种听力损失是不能医治的，你早点给你们的孩子配个助听器吧。身为聋哑学校的老师，刘玲丽没有彻底绝望。如果对孩子早期训练，能不能开口说话呢？他翻阅大量资料，几乎是重新开始学习一门学科。从那以后，我就是开始给他每天进行那个训练。2008年，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创办学龄前聋儿康复语训班，校领导决定让刘玲丽担任班主任。他凭着3年教授儿子的经验，一边上课一边自编教材，自创唇舌操、触摸法和情境教学法。嘴巴要打开啊，嘴巴要打开，好，一起来读。
积木。他有的孩子他带出生气带的比较晚，就他对声音的那个察知就比较迟钝，你要把他那个发音诱发出来，那是最难的。为了让学生尽快说话，刘玲丽每天一对一教学，让孩子们一点一点感受气流的大小，感受声带的震动，摸着我的这个喉咙，然后模仿我的口型，来慢慢的学会发有意义的声音。飞机，机，每一个字的发音孩子们都要跟读上百遍，才能跟正常人发音有几分相似，但这每一点进步都让刘玲丽高兴不已。2016年，班上有位6岁学生的父母在外地打工，刘玲丽让学生住在自己家，照顾他长达2年时间。在刘玲丽的心里，学生和儿子一样，都需要她这个妈妈特别的爱，需要她的全力付出。他的那个语言和以前是完一个天一个地。我们在外面吧，是实在是有时候也欠刘老师也欠的比较多。既是老师，也是妈妈，吃饭、睡觉、缝补衣服、摘耳窝、戴耳窝，日复一日。这一天像往常一样，刘玲丽会带着学生们来到不同的社会环境中现场教学。阿姨，阿姨，第二是跟三线一起。你要说什么？说什么菜？土豆、水果。让人欣慰的是，刘玲丽的儿子去年顺利考入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母子二人相拥而泣，百感交集。其实他这一路走来也挺不容易的，挺不容易的。而且你真的很了不起，真的。我真的觉得为你感到骄傲。他很有爱心，很善良，很坚强，很勇敢，然后很独立。哥哥，哥哥是我眼里的妈妈。这么多年你辛苦了，我爱你。我爱刘大夫，我爱刘大夫。人与33年的辛勤耕耘，刘玲丽一直坚守在教学一线。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女士妈。有请刘玲丽。陪着我一起接刘老师的是刘老师的学生，叫刘寒香，现在在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寒香，在你心目中刘老师是什么样的老师？刘老师像我们心里像妈妈一样。为什么像妈妈一样？因为刘老师很爱我，照顾我，我遇到困难他总是鼓励我，帮助我。刚才短片中看到有其他的同学说我爱刘老师，你也可以说给他。我想祝你说谢谢你，我爱你刘老师。我也爱你。刚才韩香说像老师像妈妈，你心里头面对孩子我觉得就是一种妈妈的心态。因为这些孩子他们因为先天性的有残疾嘛，作为一个特教老师，我觉得我的责任就是要像妈妈一样的照顾他们，然后教给他们知识，
教他们怎么样去跟周围的人交流，也教他们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现在是不是这种幸福的感觉天天陪着你？你想想，20多位听障的学生已经上了大学，80多位都已经正常的开始就业。这个幸福感就像一个妈妈看到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比较好的工作，能够自己养活自己，然后也能够跟正常人一样的结婚生孩子，有个幸福的家庭。我觉得面对这些，哪一个妈妈不高兴呢？其实我了解你的经济状况并不算富裕，但为什么还资助了好几个孩子？因为那些孩子就是他们家里有些是农村的，有些是父母离婚的，他们的家庭情况比我更困难。有时候那学生他完成学业都很难，我作为一个老师吧，班主任，我觉得我应该帮助他们把学业完成。把这一束花送给韩香，因为背后一定也有学生的不容易，他们也要突破很多东西，送给你。是的，谢谢。韩香也很努力，再给你。谢谢韩香。下面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刘玲丽的颁奖词。眼耳鼻舌身意，色香声味触法，用尽所有为生命解锁。他从命运那里夺回一副又一副翅膀，带领孩子们飞离寂静的牢笼。听每一个新的发音，都打开一个新的世界。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刘玲丽。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会有一些容易被遗忘和忽略的人，他们也许就是我们的邻居，从小到大朝朝暮暮挺熟悉的，但是说不上了解。如果不是因为遇到了特别的情况，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其实是在负重前行。2023年北京的夏天有一场大雨，洪水冲走了山谷里的泥沙，让我们看到了一直站在我们身边的中流砥柱。2023年，北京一场强降雨导致的灾情，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一个地名和一群人，那就是落坡岭和落坡岭社区的居民以及党支部书记孟二梅。在那场自然灾害面前，落坡岭人的无私大爱温暖了人心。7月29号开始，北京遭遇了140年来最大降雨，封沙铁路线严重受损。30号中午，从内蒙古乌海西开往北京丰台的快396次列车迫停在门头沟的落坡岭站，这里距离终点70公里。雨一直不停，一直那么大。7月31日仍然是大到暴雨。门头沟山洪爆发，灾情形势异常严峻，紧邻落坡岭车站的水库水位急速上涨，已超过警戒线。关键是那个水库一旦塌方，那个快396直接就下去了。怕自己回不去。令人更加揪心的是，31号中午停电停水，通讯网络中断，落坡岭与外界失去了联系。与此同时，落坡岭社区党支部书记孟二梅在信号中断前接到了上级打来的电话，就是全力救助 K396 近1000名乘客，要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接到指令，一直在雨中排除社区险情的孟二梅迅速开始清理通往车站的1000米道路，受困乘客被紧急疏散到落坡岭社区。
所以我真的理解这些乘客那种恐惧、那种恐慌、那种迫切想赶紧出去，然后在这个封闭的车厢里待了一天一宿，是什么心情？我是第一时间回家拿他吃的。洛坡岭社区常住的300多人，51岁的孟二梅是最年轻的一个。面对突然而至的上千人，孟二梅向大家做出了这样的承诺：要有我们这口吃的，肯定有你们的，知道吗？此时，洛坡岭居民家所有的门都打开了。在那个场合呢，就首先他不着雨了，然后我们居民再给弄吃的。他首先解决了一个最基本的温饱。我说你吃饭了没？他说没有，一天没吃饭了。这么着，我就从我们家拿那个苹果给削俩苹果。苹果也不行啊。这么着，我就给做那个瓜米汤。吃饭以后，当时他要给我100块钱，我没要，咣叽就给我跪在地下了。跪在地下，把我一把给他薅着，等于是阿姨，他说您救我的命。社区5栋楼房的住户大多是一室一厅，就是这小小的地方竟容纳了8、9个人住下。边上搁了8凳子。3个凳子，然后让他们娘仨这么睡，就是看见那个孩子，浑身都湿透了，头发都湿了。我抱着他的时候，我哭了，真的哭了。那会儿，哎呀，心都酸了。小女孩萍水相逢，谁都不认识，她愣知道我对她好，你给她吃了，她的小手都知道谢谢，就这样，谢谢奶奶，谢谢。居民吕长红家里和车里共住了7个大人，8个小孩。他是一个古玩爱好者，家里密密麻麻摆满了物件，但他请人进家没有丝毫犹豫，还是救人为主，人重要。那您是在哪儿？我在外边，外边随便找个地儿那什么吧。你看这蜡烛已经有40多年了，这次还真派上用场了。这烛光照亮了黑夜，抚慰了人心。不用，感谢，别哭，你们安好就行，你们安好就行啊！太感谢了，真的不用。用言语无法，没办法，就是说他们端上来的那方便面打的鸡蛋，我们吃了真的就是很温，真的那种温暖，而且是此生吃的最好的饭，真的。家里的粮食，自己种的菜，居民们毫无保留地倾力相助，他们宁愿不吃不睡，也要安顿好客人。我始终就保持一个心，就是自己坚决不能倒下，还有一个就是党一定会第一时间来救援我。此时武警北京总队和消防救援总队兵分三路，正向洛坡岭挺进。8月1日下午4点，部队终于抵达洛坡岭。我们碰到的人都特别的好，很感谢这个地方，特别的温暖，真的是让我们感受到在这里我们都是一家人。8月3日，所有滞留在门头沟的旅客全部安全回家。这是一次刻骨铭心的经历，同时每个人也会把收获的温暖永远记在心里。我们党员干部还有包括我们的居民，完成了这场生命救援，也是给这个党和国家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有请孟二梅。哎呀，我刚才看这个短片的时候有想掉泪的感觉，我不知道您在看这个短片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也要掉泪，也心里特别心酸。为什么隔这么久想起来还是有想掉眼泪的感觉？特别想说啊，只有灾难真正到你身边的时候，你才能知道当时那个艰辛，那个艰苦，后来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第一时间救我们的时候，就那种感动，那种激动。所以我每次回忆这些画面，就在我脑海里像过电影一样，所以我就特别激动，老想流眼泪。您一定算过，从开始要接待这些乘客到他们真的上车，加起来是多少个小时？在我们待了2天半，所有的乘客安然无恙，我记得很清楚。平常的2天半可能很短，
这可能是记一辈子。后来很多乘客跟你们有联系吧？有联系。所以我总说一句话，中国人一家亲。回去以后很多乘客就是我们建了微信群，然后还特别自豪的跟我说，书记你来杭州，你来浙江，你来内蒙，你来乌海，这就是你的家，你啥时候来全程免费吃喝。还有沈阳的一个大姐，她不是火车上的人，她看到我们这个报道以后，她给我丢了两床被子。然后最让我感动的是上海的一个80多岁的老阿姨，在春节吧织了16顶帽子，然后给我们邮过来。我总在说啊，他不是在织16顶帽子，他是满满的情怀，就是织到这个帽子里，我特受感动。我猜咱们整个这邻里之间，自打这件事儿之后更近了吧？其实原来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经过这件事以后我们更加团结。我说社区是一小的单元，把社区经营好了，我们社会才会好，国家才会好。谢谢您和所有的邻里之间的亲人们，谢谢他们。我猜想啊，在您领奖的时候也特别愿意，也有其他一起经历过那几天，不管是自己的邻居还有是其他的一些朋友，共同来见证这样一个时刻。我们有请他们五位。王峰啊，这个当时要带这个物资打通道路，那趟有多难？当时我们在接到救援命令的时候，组建了40人的突击队，每个战士背着50多斤的物资，沿着轨道步行了12公里。在这过程中间，有悬空的轨道，有黑暗的隧道，就是一次探险。这一趟路呢，应当说在我的军旅记忆中间是非常难忘的。顺嘴得问老大哥一句，古玩都好吧？好、啊、你也特放心哈、啊、放心、都是一家人。得问问大姐，家里的货基本上都用完了吧？熬粥熬的米一粒都没剩，多亏我们书记又找了好多才能给大家喝的粥。那个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这种心情？当我看见那些人的时候，我就觉着，因为我帮不上他别的忙，我能做的就是这些，就这么熬了一天的粥。谢谢你们几位，同时也要向大屏幕上所有那两三天忙活来忙活去，自己都少吃少喝，也要保证别人的所有的邻里乡亲们说上一声谢谢你们。下面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孟二梅的颁奖词。安顿落难者，照顾乡亲们，一句话驱散冷雨，一握手温暖人心。是谁在偏僻的角落里排不下如此可信赖的人？过去无缘相识，因为他平凡；危难中堪当重任，因为他不忘初心。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孟二梅。脊柱侧弯，这个问题对于运动员来说影响是致命的。他选择用加倍的努力来对抗。3年苦练，只为了在50米的泳池里出发再快0.05秒，
道边再准0.01秒。2023赛季，他辗转世界上的8个城市，比了92强。可34枚金牌只是他在起跑。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他要继续升国旗，奏国歌。2023年9月28日，杭州亚运会游泳比赛，观众们沸腾了。中国选手张雨霏在高烧39.4度的情况下，依然赢得她在本届亚运会上的5枚金牌。说实话，那天已经拼懵了。就是到头以后我只看到了第一，然后其他什么想法就都没有了，什么喜悦啊、难过啊、意外啊都没有，因为当时特别难受嘛。29日的收官之战，张雨霏继续带病参赛，嗓子那天是说不出来话的。还有最后的5米，想到边，张雨霏是冠军。张雨霏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勇夺第6金。至此，张雨霏包揽女子蝶泳50米、100米、200米金牌，女子自由泳50米金牌，4×100米自由泳接力与混合泳接力金牌，成为杭州亚运会金牌最多的运动员。她强大的实力和永不言弃的精神感动了无数观众。亚运会上，张雨霏数次落泪，只有他自己知道，今天的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是他熬过了漫长的艰难岁月才等来的涅槃。1998年，张雨霏出生于江苏徐州，因为父母都是游泳教练，所以在他3岁的时候就跟父母下水游泳了。在参加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之前，张雨霏觉得从父母那里遗传到的天赋可以让他轻轻松松获奖，但里约奥运会让他知道自己与国外奥运选手的差距。张雨霏是2分07秒40，排名第6。我总觉得有点对不起自己的教练，还有那么多观众的期望。为了备战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200米蝶泳比赛，2018年在教练崔登荣的帮助下，张雨霏开始改技术，但改技术风险极大。改技术的过程其实就是让你从零开始，不改的话，我就会又重蹈16年的覆辙。在这个过程中，张雨霏又发现了自己的一个先天缺陷——脊柱侧弯。因为我的脊柱是 S 型，它不是直的，没有办法承受太大的重量，就会总是导致受伤、腰疼啊。脊柱侧弯是终身不可去除的，不仅训练时的疼痛如影随形，还会严重影响蝶泳时的对称平衡要求。这意味着张雨霏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去改技术。但不久，让他们担心的事发生了。2019年7月的世锦赛，张雨霏遭遇惨败，200米蝶泳连半决赛都没有进入。200米蝶泳成为了张雨霏的噩梦。在那段迷茫的岁月，他经常会想起在小时候就树立的信念。我从小呢，就是给自己坚持不住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一句话。只要你打不死我，明天的我就会更加坚强。2019年年底开始，张雨霏暂时放下200米蝶泳，改练100米蝶泳来重塑信心。100米对速度和力量的要求更高，张雨霏的训练重点从游泳池转向了力量房。为了锻炼上肢力量，他甚至负重40公斤进行引体向上。记得有很多次夜里都是我睡觉感觉肌肉在燃烧，就是疼醒的。力量训练使得张雨霏的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仅出发反应就快了0.15秒，转身时间更是快了0.3秒。他终于克服了恐惧，恢复了200米蝶泳的训练。
最明显的提升应该就是蝶泳，感觉自己在飞。以前是在水里游，现在是在水上飞。2021年，张雨霏带着5年的磨练，如期出征东京奥运会。女子200米蝶泳的决赛，最后一个转身了。张雨霏第一个到边，刷新了赛会纪录。张雨霏是冠军。就游到最后50，我也不知道哪，就那种中国力量，你知道吗？从心底燃起来，就不服说，我一定要跟你拼了。东京奥运会，张雨霏取得了2枚金牌，成为世界泳坛新一代蝶后。她做到了，她代表中国站上了最高领奖台。从东京到杭州，张雨霏不断在超越着自己。她用实力感动着世界，她用灿烂的笑容治愈着世界。她曾说，路途很难，微笑相待。有请张雨霏。雨霏你好啊，有人给你算过账啊？2023年世锦赛、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亚运会、世界杯三战，参加了59项，拿了23块金牌，平均4天一次比赛，不累吗？累呀。为什么不拒绝？不能拒绝。有些比赛可以是为了自己，但有些比赛是为了国家。为什么可以说到？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还是为了国家，你的眼泪一下子就到了眼眶这儿。我感觉如果只是为了自己的一个梦想的话，它挺微不足道的。如果只谈自己的理想，我可以去说我喜欢，我不喜欢，我想做或者我不想做。但是你如果将国家的责任扛在肩上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字，做。练力量的时候哭过没有？有没有真的坚持不住的时候？经常有。我很怕跳箱，因为在前几年的时候小腿上面是因为跳箱磕破过，从那以后我对跳箱就有了一个很重的阴影，我不敢去碰这个项目。但是现在的体能教练呢又说，你要想提高你就必须要去尝试这个项目，所以很多次我就是站在跳箱面前哭，我说我不敢跳，我不敢跳。但是还得跳。对，大家一提到张雨霏的时候，都想到的是你笑的模样。亚运会期间，我们见到的哭也蛮多的。什么情况会特别容易让张雨霏掉眼泪？记忆特别深的就是第一天200蝶，游完了以后，我去领奖，然后有请中国选手张雨霏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全场的观众跟着我一起唱国歌，声音大的甚至盖过了国歌。刚才短片中还有8个字特别喜欢，路途很难，微笑相待。这句话对你又意味着什么？证明了我乐观的心态可以伴随着我一生。下一场比赛开始了，巴黎奥运会就在眼前了，雨霏怎么想？我想超越自己东京的成绩。还有一句话，我想做世界的蝶后。这么多的观众为他的巴黎之旅加油，你自拍，我们去加油。那我可以录视频吗？当然可以啊。张雨霏，张雨霏加油！巴黎奥运，张雨霏加油！下面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张雨霏的颁奖词。宁可肌肉在深夜里燃烧，不让情绪在失败中沉沦。哪吒就是要脱胎换骨，蝶后一定是蝶变之后。探索运动的极限，收割青春的金牌。冠军是胜者，
更是逆境中崛起的人。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张雨霏。一带一路的十年，是中国和世界共同发展的十年，也是中国人走遍世界的十年。带去一粒种子，收获一方良田。跨越山海的中国人和其他的跨国工作者们不同，他们总是格外的在乎当地的收获，却很少考虑自己的报酬。2023年5月，全球粮食危机报告发布。报告显示，处于重度粮食危机的国家由2016年的48个上升到2022年的58个，多个国家的粮食不安全人口增长十倍不止。然而，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布隆迪处于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的人数不增反降，从2017年的260万人减少到2022年的140万人。这个巨大的变化和中国人的努力有着巨大关系。因为共建一带一路，很多中国专家来到非洲。2015年年底，作为第三批中国原布隆迪高级农业专家组组长，杨华德与另外七名专家到达布隆迪。最深的印象就是普遍的老百姓呢，没有饭吃。很多小孩子，我就感觉你看，他的现在就是我的昨天。1964年出生的杨华德，幼年和少年时代也是在吃了上顿没下顿中度过的。因为一位农业技术人员的到来，他家所在的村子水稻产量翻番，村民吃上了饱饭。我们用柜子来装粮食，我父亲他拍着这个柜子说，他说去年我们这个柜子啊，这个没有装到一半，今年我们装完了，这个就是满柜子都还有多。他说这个农机啊不简单。在农技园的影响下，杨华德也走上了学农之路，要成为一个能让农民走出困境的人。为了改变布隆迪农民的境遇，杨华德带领专家组开始推广杂交水稻种植技术。除了来自中国的水稻优选品种，布隆迪的农民们还接收到了来自中国专家团队的贴心服务。Many Africans, when you are expert, you come with good trousers, with good clothes, and stay in office, and with case like this. And Chinese go to work. Even you are a doctor, they come in the field with the people, with the farmers. 依靠中国专家组全天候手把手的悉心培训和帮助，第一期试种中国水稻的农户产量比当初他们自己种水稻时翻了五倍到六倍，创造了非洲水稻高产记录。爱丽斯特成家时特意邀请中国专家组参加他的婚礼。abagenzi ababanyi ababyeyi banje babone watumye ntera intambwe。因为跟杨华德学习种水稻，爱丽斯特如今成了一名水稻专家。婚礼后，受布隆迪总统委托，他将去帮助邻国刚果金种植水稻。
我们走的三次，也过不去，他们南京弄不一颗，你就不记得哪去了，你还不记得我们怎么，还不能为三百块的咋办的？恩达一克基原本是一名大学毕业待业在家的九零后青年，后来一直跟着中国专家组学习水稻种植，并做了三年的推广工作。现在，恩达一克基已成为布隆迪最年轻的政府高官。为了表达感激之情，恩达一克基给自己的大女儿起了一个阳性的汉语名字。Yeah, it's why I cannot forget Yang Huat. It is my parents. I told you, and also I will continue to remember Indochina. Yes.本该2020年就结束工作回国的杨华德主动申请留在布隆迪，2023年他又一次申请留下再干一个任期，这意味着他一生中的11年都工作生活在布隆迪这个遥远的非洲国家。有请杨华德。20年到期了就可以回来，您没回来，今年您60岁整，还没回来，为什么一直要留下？我是希望布隆迪在我们的这个专家组的支持下，能够通过我们的技术援助，能解决这个国家的贫困问题、粮食安全问题，我们想建立一个国家典范，这是我们的项目，国家也想希望建立一个这样的典型。短片里还有个细节我印象非常深，在他的理解当中，专家就应该是穿着西装坐在办公室的，您是在非洲直接就下地了，也没有一手的资料，没有一手的实验研究，你就不可能拿出任何的技术指导意见或者规范。中国专家是要深入到第一线，解决他的实际问题。中国的专家和其他的专家不一样。下一个小目标是什么？又是三年的任期。我们预计下一个三年期间来讲呢，我们示范村应该超过100个，我们每年可以跟他增加粮食产量10万吨以上。我们还要跟他培养大量的人才。水稻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我们要把他的现代种子产业协助他发展起来，这是我们的目标。我觉得你可能下一个任期完了还不是结束的时候。那我们就祝您一路顺风，一切顺利。谢谢，谢谢您，谢谢魏老师，谢谢。下面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杨华德的颁奖词。丝绸包裹的种子来自中国，饱满飘香的稻谷长在非洲，从一个项目到一个产业，黄皮肤汉子的执着让黑皮肤的兄弟理解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意。稻浪千重，路远情长。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杨华德。他是一个演员，演了78年的戏，演的大多是小角色，有一些角色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只是叫老校长、老教练、李老头。但是他却用一辈子的努力证明了，在配角上下足了功夫，也就在自己的艺术人生里演好了主角。
哎，你们要看好孩子。2023年上映的多部影视剧里，都出现一位老艺术家的身影，他就是今年89岁的国家一级演员牛奔。从小贫苦，失去双亲，只读到3年级的牛奔，把剧本当课本，在作品中经历了新中国的建立，见证了新时代的开启。从1946年演第一部戏开始，牛奔不辍耕耘近80年，塑造过的200多个角色有个共同点，都是小人物。我们电影是为人民服务，你演的是人民，特别是像我演更多的是劳动人民。怎么才能演谁像谁？牛奔认真起来，牛都拉不走。他曾经驻足路边良久，观察剃头师傅的动作细节。剪刀是从底下挑上来的，他那个剪刀你听，前头是打空点儿，擦擦擦擦擦擦擦，那是他真正的剪的头发。而这偷学得来的理发手艺，后来恰好用在了饰演电影《泉水叮咚》里的理发师大刘身上。因为拍戏，牛奔数次受伤，被大狼狗咬，从马上摔下，被黄河水卷走。可是哪怕伤重到危及生命，他也要先把戏拍完。在黄山拍摄时，牛奔从受惊的骡子上头朝地栽下来，当场休克。我苏醒的时候，我就看见是导演，我在导演的怀里。我说的第一句话，导演，我要给你带麻烦来了。拉到医院一查，牛奔脊椎受伤，胸骨断裂，多根肋骨骨折。然而为了不耽误剧组进度，倔强如牛的他竟然要求注射吗啡。医生告诉他，吗啡也只能镇痛4小时。我是这样，4个钟头，我这个地方到外景地就要走3个钟头了，你给我抬到外地，不要打，导演喊开始之前你给我打，那个有4个钟头我就可以拍。牛奔的牛劲儿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拍戏从来不用替身。在昆明拍摄电影《海鸥老人》一场跳湖救儿童的戏时，时年80岁的牛奔依旧坚持亲自上阵，纵身跳入了正月刺骨的湖水里。上岸时，厚衣服已被冰冷的水浸透，冻得牛奔直打哆嗦。在那一瞬间，他没有考虑再去找人来救他，只有他救他，他可以挽救他生命。2016年，剧团全员拍完电影《邹碧华》后，牛奔却怎么也不肯要片酬，因为一心为民的邹碧华点燃了他心底的梦想。他就是忘我的，全身心的，为老百姓设身处地的。多年的信仰得到了印证，牛奔郑重地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用鼓掌，这是牛奔。我今天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你们的同志了。2018年6月6日，83岁的牛奔实现心愿，正式入党。还收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来信，勉励他继续在从艺做人上做表率。我印象中，就是我给他别党会的时候，80多岁的老人站得笔直的，就是他对入党这个事情看得极其神圣。那个时候好像好多天他晚上都不睡觉，要不怎么会我得到的这样的荣誉。对于演员这个职业，牛奔有着朴素的想法。你要爱电影，不要光是爱他的鲜花、他的掌声，还要为电影付出。夕阳不晚，老牛奋蹄。耄耋之年的牛奔还在竭尽全力拍戏。有请牛奔。Thank you.
刚才主持人说，下一位是一位演员，一秒钟不到，所有的人嗡一声，这简直是一个奖杯。大家能记得我，这是我一生里头很大的荣幸。短片才说了一件事儿，有一次您是骨折了，对吧？然后坚持拍戏，拍完之后重新手术，后来还留了后遗症，有这事儿吧？我的身体应该是每个关节都受过伤，有时候拍戏的日程到了，我们不得不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就又去赶时间去了。直到现在我身上的伤还是很多。你也不想因为自己给别人添麻烦。我到现在，我这是跟你说实话，我没有助理，也没有经纪人，我就是自己，只要我的时候我会尽全力。您学了多少看着当时没有用但是担心将来拍电影时候能用的东西啊？手艺不少吧？因为我演的很多都是小人物，小人物都是普通的老百姓，所以我作为一个演员，我对所有的72行也好，76样，我每行我都很感兴趣。我谈恋爱的时候，有时候把女朋友带着，女朋友在那等得不耐烦走了，等到我看得过瘾了，再找人没有了，回家的时候人家连晚饭都吃过了。听我们编导说，您今天的发型这么多年来的头发都是自己剪的。哎，我喜欢自己剪，我不单自己理，我还要给儿子理。我的手艺还不错，你要是胆子大，我来帮你理一个。因为我没剩多少了，就不敢麻烦牛老了。下一部戏什么时候拍？大概在4月份，也快到了。刚才牛老从那个台阶下来的时候，大家很担心，我们也曾经担心。我跟牛老说，您可慢点儿，甚至可以不自己走。您知道牛老说了一句什么话吗？放心，我哪儿跌倒哪儿爬起来。所以我喊牛老，大家喊牛，好不好？咱们也提前给牛老祝贺他的90岁生日。牛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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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老。下面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牛奔的颁奖词。流浪进电影的苦儿，依然在跋涉的老戏骨，赋予角色生命，带给人间笑声。人们忽略他的名字，但记住了他塑造的生活。他站在聚光灯下，坚守远超出银幕的边界。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牛奔。福州的古岭和世界的关系最早要回溯到100多年以前，而要说到古岭与世界的缘分，那就得从1992年说起。那一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帮助美国老人圆梦古岭，让这个在福州的方言当中被叫做哭亮的地方开始广为人知，很多故人纷纷回到了这里。最近的30年，古岭故事被越来越多地挖掘出来，穿梭在大洋两岸来搜集整理这些故事的是一位和中国有着30年情缘的美国人。
This basket here has a baby in it. And the baby is my husband, because when he first came to Kuliang, a Kuliang mama brought him up the mountain. 这尊雕塑再现的场景发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福建谷里，当时很多工作生活在福州的外国人都定居于此。我名字叫穆延林 Ellen McInnes， 我来自美国。我家族和古岭有一个很长的故事。1947年，穆延林的丈夫穆彼得在福州出生。他小的时候有一个福州人，名字叫三嫂，他管穆先生。三嫂会带他去买菜啊，跟朋友们聊天，大部分的他听到的就是中文福州话。2年后，穆彼得随全家迁回美国。他不开心，他就开始不走路，他不说话，他罢工，他不想去美国。回到美国的穆彼得后来考上了哈佛大学，因为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穆彼得被同学们称为中国通。在这里，他认识了同样热爱中国文化的艾伦，对中国的热爱让两个年轻人走到了一起。艾伦成为穆彼得的妻子，他也有了中国名字穆延林。上世纪八十年代，穆彼得争取到来中国工作的机会，他如愿以偿地带着全家来到中国。他的两个女儿上了当地的小学。1995年，姐妹俩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我最喜爱的春节晚会》节目评选揭晓晚会，两个小姐妹的表演引爆了全场。搬家搬到北京的时候，有人说我们应该和他们爱北爱京，不行，必须要是爱中爱华。这段源自古岭的友谊延续了三代人，跨越了一个世纪。早在1940年，穆延林的公公穆矮人就来到福州一所中学任教，他从内心深处热爱中国。1年后，他加入了飞虎队，抗击日本侵略者。1947年，穆矮人第二次来到福州任教。半个世纪之后，年逾八旬的老人第三次来到福建任教。2005年，穆矮人逝世。遵照他的遗嘱，儿媳穆延林和儿子穆彼得将他的骨灰撒进闽江，那是他生前最爱的地方。这次也是穆延林第一次登上谷岭，望着一栋又一栋的老房子，夫妇俩心生感慨。他们萌生了一个想法，把房子背后的人从历史中找出来。自2016年起，穆延林和穆彼得自费在美国东西海岸间奔走，他们的努力让模糊的故事重新鲜活起来。谷岭故事的主人公从最开始的加德纳家族，逐渐扩展至穆矮人家族、柯志仁家族、福义华家族、胡天寿家族等多个家族。I lived in China until I was 12 years old.Our house had pine trees all around it, and you would hear the wind in the pines like singing. We played a lot of games with other children, including Chinese children. You don't forget the land of your birth and the friends you make. 我们做了那么多研究，古岭的故事有的是，而且都是感动人的故事。所以我就写了这封信，因为我很想告诉他我们做了什么。2023年6月，在中美民间友好论坛举行期间，谷岭之友惊喜地收到了习近平主席的回信。很高兴收到谷岭之友成员们的来信，从信中了解到大家与谷岭更多动人的故事，拍摄了众多谷岭照片。103岁高龄的林恩先生，
留下我热爱中国人民遗言的胡一华医生，把部分骨灰撒在闽江的穆矮人先生。古岭之友的经历再次证明，中美两国人民完全可以跨越制度、文化、语言的差异，建立起深厚的友谊。2019年，古岭管委会将其中一栋别墅活化为古岭山居生活博物馆。当年那个美国婴儿被挑在担子上的场景，在时光中定格成雕塑，成为三代中国缘的见证。每一次回到古岭，穆延龄总是会去看看千年柳山王的苍劲，走走古岭老街斑驳的石板路，然后再去古岭邮局发一封寄往美国的明信片。今天如果能够回到草木繁盛的古岭来传递感动，应该是他最开心的事。他从遥远的美国发来了情真意切的获奖感言。首先，我很高兴，也很荣幸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这一殊荣对于我，一个来自美国、长期热爱中国的老朋友，和所有致力于中美人民友谊的人来说，都是巨大的认可和鼓励。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对古岭之友团体的鼓励，感谢他对于民间友谊重要性的重视。我想对中国朋友们说，你们对我们来说弥足珍贵，再一次感谢大家。下面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穆延龄的颁奖词。柳山根深，古岭绵绵，跨越三代的情缘，岁月化不开，大洋割不断，同行一条路，共饮一口井，蕴含友谊的土地，割舍不下的乡情，超越制度、文化和语言，承载友爱、情谊、和平。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穆延龄。少气多，这个词最早呢是用来称赞志愿军战士的，来赞扬他们在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依然可以争取胜利的大无畏精神。2013年，中国全自动化码头青岛港刚刚建设的时候，也是刚少气多，没经验、没资料、没外援，有的就只是一个叫张连刚的带头人。10年过去了，全自动化码头青岛港现在已经是钢多气也多了。世界最大型的集装箱货轮现代鹿特丹号将要停靠在青岛港全自动化码头作业区，这里也被称为无人码头。大船缓缓进港，中控室的超级电脑即将以每秒上万次运算指挥每一台设备到达最佳位置。然而，时间回到10年前，在自动化码头立项之初，这里完全是另外一幅光景。因为对于这个码头，从技术构建这个层面来讲，差不多是一无所知。2013年，张连刚带领团队成员多次赴欧美考察，
但是国外同行却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张连刚决定自主开发核心技术，在夜以继日的十多个月里，连刚团队召开数千次专题分析会，留下几十万字的分析报告和2000多份技术会议记录。没日没夜拼命工作的张连刚，其实正处于肺癌手术之后的恢复期。高负荷的工作和巨大的压力，让经历过大手术的张连刚经常低烧，体力不支。平走个500-600米，这个人大概就得停下缓缓气，只要是有一个上坡，马上就开始喘。面对身体敲响的警钟，使命在肩的他选择咬牙挺住。我早上早到单位，8点上班，我7点到。我到了之后，我先去躺40分钟，然后再爬起来。哎，那会儿那个人的这个感觉啊，状态就会好很多。那再累垮了怎么办？这对我来讲，我是不能接受的。然而，妻子最终还是把不同意咽在了肚子里。他是也是想做这些事情，他老是有这么一种情怀。自动化码头的研发，每走一步都困难重重。面对再棘手的难题，张连刚也从未想到退缩。我这个人是越遇到了困难，越来劲，越遇到那种硬的那种难题，越会激发我那种斗志。2017年5月，历经1000多个日夜奋战，青岛港自动化码头1期如期完工。开港当天，每小时搬运集装箱的效率就刷新了世界自动化码头的记录。青岛港为全球自动化码头研发提供了低成本、短周期、高效率、全智能的中国方案。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心态跟心情跟我年轻的时候没有任何差别，更有那种勇气，更有那种不服输的拼劲。有请张连刚。看您现在的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特别好，我觉得把那个精力啊、心思都用在工作上，并且这个工作又是饱满、紧张的，我觉得反而对身体好。我倒想起那句话：“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我们看到了夫人在这个陪伴您，她也很担心，但您是不是也经常要用您的方式安慰夫人，让她少担心？我觉得就是给她呈现一个这个健康、向上、精力充沛的这么一种状态。那当初那句话是怎么来的？如果见不成，我就去跳海。那个就是红下一条心，叫自己来建这个码头。国外很不相信，觉得你建不成，就你自己来建，成功的概率当着我的面给我比划，就是个这个零。那么后来我们这个码头建成之后呢，这个效率比欧洲要高很多，就是很流畅、很顺畅，这样的一个目标终于实现了。馆长之后就要领奖了，但是在领奖之前的时候，您应该对夫人说两句话，等于给夫人的颁奖词。很感激我的夫人，我在家里啊，在其他场合说不出这个话。我这个手术之后能到今天，完全靠她照顾。我觉得我所取得的所有的成就，至少一半归她。我要在这儿说一句，夫人，老婆，我爱你。
这个鲜花也是献给您的。下面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张连刚的颁奖词。这一块好钢用到刀刃上，把买不来的做出来，还要做到最快最强最智能。天降大任于己，何惜筋骨体肤，为心志所向，百折不回。中国式现代化之路就是这样走出来的。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张连刚。我们常常用天籁赞美动听的歌声，那一定是超越了技巧，留存了天赋，还蕴含着善良纯真的美好的声音。有一位看不见光亮的女孩就拥有这样的天籁之声。2023年12月18日，一首以香港基本法为主题的歌曲正在录制中，演唱者是香港视障歌唱演员萧凯恩。凯恩三个月大时被诊断患有眼癌，只能手术切除眼球，萧凯恩还没来得及看清楚这个世界就失去了视力。就在父母为女儿的未来深感担忧的时候，他们发现了凯恩的音乐天赋。在我四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电子琴，当时我就觉得非常开心。我记得他当时就教了一首歌 Long Long Ago， Long Long Ago， 他在家回来弹，哇，我当时感动到真的哭，因为我从来没想过他学音乐是会弹到歌，我想着。于是父母开始带着凯恩学钢琴，但当时很多老师都说他不可能学会，因为盲人不可能记住长达数页甚至几十页的钢琴乐谱。普通人将这个乐谱放在这里，然后呢一边弹一边看，我们不可以，我们要用一个方法，就是整个歌曲都要背下来。全家人没有放弃，凯恩通过摸盲文点字乐谱和听录音反复背诵，一点一点学会了弹钢琴。由于凯恩很喜欢唱歌，十岁的时候父亲又让他去考合唱团，但那天的考试让凯恩很受挫。其他的孩子一看到谱子就可以唱歌，我看不到谱子就唱不出来，一个字都唱不出来，当时我觉得非常丢脸。学唱歌不仅要背诵乐谱，还要记住歌词，这对凯恩是更大的挑战。我只选美声的，除了英文中文之外，还有学意大利文啊、德语法语的歌词，我也要先把旋律背下来，然后把歌词的节奏读大概1000到10000遍吧，就是熟读了歌词之后呢才可以唱那首歌。萧凯恩没有被命运打倒，他在黑暗中追逐音乐梦想，以优异的成绩考取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并获得了70多个音乐奖项，成为香港著名的歌唱演员。2021年，萧凯恩在香港国庆赛马日演唱国歌。我唱起国歌的时候觉得非常自豪，非常骄傲。其实凯恩很小的时候就与内地结缘了，
这几年也去过不同的地方啊，比如北京啊，你去长城的时候，夏天的北京是非常热。我听到我的妹妹跟爸爸说，哇，原来咁靓的哦。对内地的记忆深深印在萧凯恩心里，成年以后他经常去内地义演，筹集善款，帮助内地的残障人士。他甚至不怕艰苦和盲眼的不便，毅然去内地贫困山区当义工，教当地孩子学习音乐。我的梦想就是开一些音乐学院，可以包容不同的孩子，不同的学生去学。我也想用自己小小的力量为祖国的不同的孩子去贡献。有请萧凯恩。刚才陪着凯恩的呢是凯恩的妈妈。凯恩，我听说你给妈妈起了一个绰号叫女超人，给爸爸起了一个绰号叫万能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的爸爸妈妈是我生命中的英雄。从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他们没有离弃我。我爸爸经常跟我说，天生我才必有用，只要你努力，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然后我的妈妈呢都经常会鼓励我，就是方法总比问题多。所以我真的很希望，真的在这里我可以跟他们说，爸爸妈妈感谢你们，我爱你们。凯恩5岁的时候就问过爸爸一个问题，看不见是不是就没有用？你现在肯定已经有答案了。只有你努力，你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人。随着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我去了不同的中学大学去分享，有一些内地的年轻人，他们都是盲人的，他们都也就是跟我一起交流，我都去鼓励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其实是很有用的。帮助别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其实帮助别人对我来说是一个对自己更大的鼓励。以前就是我在想，其实我有什么可以做得到去帮人呢？一个简单的笑容，一个就是跟别人一个握手或者是一个拥抱，都可以给了很多人一个很大的鼓励。凯恩笑的是非常多吧，在每天的生活中。对我来说，一个笑容就是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是个很有礼貌的一个一个体现。笑的时候呢，别人会看见你。我的老师都经常鼓励我，就是虽然你看不见，但是祖国会看见你。所以每一次拍照，每一次跟朋友聊天的时候，都尽量用我自己最美丽的笑容去跟他们去沟通。特别的告诉你，不仅你和祖国可以互相看见，其实你和祖国也可以互相听见。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特别的想邀请你，可以和这么多的感动中国的观众，我们一起唱一下《我和我的祖国》。好，我们一起唱好吗？我和我的祖国，一个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出一首赞歌。谢谢各位，谢谢凯恩。下面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萧凯恩的颁奖词。假如给他3天光明，
天，他要好好看父母。第二天，他会登上山顶，眺望维港，从日落到日出。第三天，他要走更远，去看望他歌唱过的英雄和大好河山。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萧凯恩。天空是生长英雄的地方，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这是诗人李白在1000多年前写下的诗句。用这句诗来形容今天的一支飞行大队，仍然是再恰当不过的。这支英雄的部队，在新时代的强军征程中，加快信息化改造，可谓是一日千里。下达任务简历，我大队两个攻击机队对 A 海域某目标实施空中打击。眼前即将执行对海突击任务的轰六 K 战机，航程远，载弹量大，防区外精确打击能力强，被誉为战神。驾驶他们的飞行人员来自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二大队。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近些年二大队勇担使命，驾驶着轰六 K 战巡南海，前出岛链，绕飞台岛，演兵西太，飞出了不断延伸的时代航迹。我是中国空军，正在例行训练，不要干扰我方行动，立刻离开。他抵近我们之后，向我们亮肚皮，展示他的导弹，有点像攻击位，他相当于两个人，然后一个人拿着枪，可以说是班机，我随时上膛，然后我就可以激发。当时挺近的，我都能看到他们里面的飞行员的脸。我的飞机代表国家，国家的尊严不容有失。面对干扰阻挠，机组航向高度不变，按时抵达目标空域。而这份坚毅的力量源自于二大队的红色基因。1951年11月，组建不到一年的二大队飞出国门，在抗美援朝轰炸大和岛战斗当中，创造了全摧毁零战损的光辉战绩。73年血脉荣光，首批组建、首支参战、首立战功的二大队，传承和发扬着斗争精神，不懈奋飞。平时训练遭遇极端天气，飞行人员不惧考验，就是有点像北方我们的澡堂子，一下就一脑袋就扎进去了，扎进这个屋里去了，就是你瞬间什么都看不到了，就要凭经验和一个惯性来感受吧。除了常规训练，二大队常常进行对标实战的训练，比如超3个昼夜的滚轮式飞行。打得来不及吃饭，每个人打了应该就打2-3个饺子，吃完之后马上就上飞机，你根本来不及休息。在3个昼夜的身体极限挑战中，大家始终没有丝毫松懈。我们只有连续作战出击，才不会给敌人有所喘息的机会。苦练方能制胜。某年夏天，某海域乌云密布，代表我空军突防突击最高水准的金飞镖考核悄然打响。彼时首次在海上进行，极具挑战性。相对于地面来说，它难度体现在它的这个靶标是移动的。王建岭带领的第4机组正准备起飞时，机载设备突发故障告警。警告，警告，警告。确实是脑子会一懵，因为遇到这种问题的几率很低的，它这个电子设备。当时的规则是我们是采取四架飞机的总体成绩，有一架没有成绩，那么我们整体是没有成绩的。
带着故障起飞极其危险，临时更换战机则会被视为战损而退散。当时我心里其实就有一个念头，就是今天不管怎么样，一定要让我们这个飞机飞上去。在机务兄弟的努力下，22分钟后故障成功排除。此时前方飞机已经飞出几百公里，队员们能逆转绝境吗？其实机组三个人就一个想法，拼了。逼近飞机和飞行员极限，王建岭机组硬是在进入轰炸航路点前与其他机组成功会合。看到哎，机上的飞机跟上来了，那会儿信心一下子起来了，晚了22分钟都能赶上来，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完成的？二大队赶开先河，迎难而上，最终夺得团体第一的佳绩。大家都非常兴奋，仗剑天涯嘛，我们说，首先这把剑是铸成了，亮剑长空，信心越飞越足，越往前飞，但是反而我就越不慌，因为我身后就是祖国母亲在罩着我的那种感觉。只有你的实实在在的这种拳头伸到这个地方去，你才能说了有分量。他们是创造了历史，我们也会创造新的历史。秉承祖国利益高于一切，战斗胜利高于一切，军人荣誉高于一切的精神，二大队继续谱写着更加壮美的航迹。有请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二大队代表。我得先问这个张九牧，还记着跟二大队第一次飞行的时候，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第一次很激动，飞到很远的地方，碰到外机，还有一点小紧张。我们平时训练多了以后，慢慢的这个克服了我们的紧张心理，我们的战机武器越来越先进以后，我们的底气越来越足，这个时候就更加自信了。嗯。穆特发·艾利，他是维吾尔族，经常有战友是用你家乡话来夸你是雄鹰，这里有什么样的故事？算是战友们对我的一种认可吧。那是我第一次啊，完成了一个比较重大的任务，啊，回到大队，看到大队的这个哥哥们在迎接我，人群中就有人喊了一句“布尔库特”，布尔库特他用维语说就是 “Berkut”， 雄鹰的意思。那一瞬间我愣了一下，我说：“哎，还有人知道这个？”我觉得好开心啊。嗯。接下来得跟咱们这个机长魏小刚聊聊，最初我们进行远海飞行的时候还经常有别人的飞机来靠近，后来说他们不来了，为啥不来了？一个是我们越来越强，另外一个也是习惯成自然。我飞了30年啊，也是个老飞行员，30年的历程里，特别是强军10年以来，我会每一年都在刷新我自己的航迹和历程。我这些年飞了我以前很多年从来没有飞到过的地方，从来没有飞过的长远的航程，从来没有到达的区域。原来我们飞行可能我们就是单一机种，那个时候更多的凭的是一种精神和勇气，但现在完全不同了。现在我们出去的时候就是成体系的出去啊，有各种的机型将我们构成一个联合的平台，然后跟地面的海上的舰艇这种作战单元也构成一个整局的网络，甚至于跟太空的卫星。所以我们现在出去以后啊，体系非常大，作战能力提高的非常多。新的目标是不是也正好与您刚才谈到的这个有关？我们还有更高的目标，还有我们国家国力的提升、装备的提升和战斗能力提升，我们的空军会越飞越高，越飞越强，绝不会让大家失望。向你们致敬，谢谢。下面我来宣读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二大队的颁奖词。
大鹏保持向上的姿态，时代赋予最大的托举。从前的孤勇者，如今是国之重器。苦练金飞，逐浪驱敌，南海、西太、绕岛，离弦之箭射向深蓝。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二大队。感动是朴素的，也是宏大的。感动开出的花朵需要结出果实，这些果实就长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让我们努力播种吧，为了下一次的重聚。是啊，今天的感动就像是属于秋天的一次收获，但更是属于春天的一次实实在在的播种。它会继续生长，让生命温暖生命，让人生激励人生。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盛典到此结束，我们明年再会。